你看，不论哪种艺术形式啊，都有一大批喜爱他的观众。对，没有观众的支持呢，我们的艺术发展不了。哎，你就拿京剧来说，怎么样？有很多热爱他的戏迷。哎，很多人呢都喜欢京戏。就这些戏迷啊，捧红了一大批的著名演员。没错，没有观众的捧场是不行的。他要是喜欢上哪个演员了，不管您在哪儿演出，这些戏迷都追着听戏捧角儿嘛。不管离多了远啊，自个儿花钱买车票到了剧场，花钱买票进去听戏，听完戏了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，就是为了过戏瘾。回到家里头怎么样？高兴了，美了。过了没三天，这演员呢到上海演出去了，那就等他回来再听。那叫戏迷吗？那得追着听，追上海听去，多远都得去。自己打车票，坐火车到上海听戏，听完戏回到家，怎么样？高兴了，美了。过了没有一礼拜，嗯，这演员到香港演出去了，那就别听了，不听了，那是你，戏迷就得追着听，香港也去听啊，多远都得去。跟朋友借钱，嗯，借完钱买飞机票，坐飞机到香港听戏。听完戏回到家怎么样？高兴，美了。过了没有半个月，怎么样？这演员上美国演出去了。完了啊，完了，没法去了。谁说呀？美国呀，戏迷就得去，也得去，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卖。嗯，卖完了以后托人办护照，办完护照坐着飞机到美国听戏。嗯，听完了回到家没了，傻了。怎么傻了？媳妇带着孩子嫁别人了。没法不傻眼的。有这样戏迷吗？谁为京戏瞪着家败人亡啊？这点事儿。对对对，咱们这是做个比喻。就是说明 啊观众喜欢艺术，喜欢我们演员，那作为我们演员怎么办呢？也应该对得起观众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，更好的为同志们服务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宗旨。对，尤其是到了舞台上，您得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家里有多烦的事儿到舞台那会儿不能想，脑子一开小差一想别的事儿，准闹笑话。有这事儿吗？他怎么会没有啊？这不叫前几年，嗯，北京长安戏院唱了一出戏，哪出？四郎探母。这出戏好啊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很多观众对这戏太熟了。对，不论是哪句台词，嗯，哪句唱腔，包括演员穿什么戴什么，观众都了如指掌。你还甭说观众了解啊，连我都知道这种戏。这么说，喜欢戏迷里边那个加了点什么的都会。长亭戏票友，那个太好了。哎，那天这出戏唱的还是真好。那个，尤其是头一场做工，杨四郎有一段唱，向公主表白自己的身世。他唱完了之后呢，应该是公主接唱一段。就是听他言，吓得我浑身是汗。哦，就是夫妻对唱这段。哎，好啊。本来这段唱的应该是这么唱。这个来了，我给您学学。来来呀，抬抬抬，令抬令抬。听他言，吓得我浑身是汗。是无灾，到今里我才知根源，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，他思家乡，相顾容不得团圆，我这里走向前，滴儿啦哩咚，把里来见，驸马。尊一声驸马爷，细听杂言，早晚间有写过言语怠慢，不知这不怪罪你的海量放宽。好，公主唱完了。嗯，杨艳辉接唱几句。嗯，公主啊，公来矿来来来的矿，我和你好夫妻恩的不亲，现公主又何必离太亲。杨艳辉有一日冲
归得战，绝不忘先公之恩重如山。好，哎，这段最精彩。本来这段戏是应该这么唱，是夫妻对唱。对，这是戏胡。是，没想到啊，那天这儿出笑话了。出什么笑话？杨四郎唱的时候啊，这公主脑子走丝了。怎么回事？请了一个客人，今儿来听他戏，嗯，不知道来没来。啊、这俩眼睛站在台上，他往底下学嘛，学什么？找这朋友看来没来啊？嗯、正在这会儿，该他唱了、嗯，一张嘴把词儿唱错了。怎么唱的呢？呀，抬抬抬，令抬令抬，听他言，吓得我啊去！怎么意思？坏了。正赶这会儿，台底有一位打屁粉，呵，瞧这寸劲儿，吓了一跳，心里这么害怕，一哆嗦，把词儿给唱错了。怎么唱的呢？听他言，吓得我浑身哆嗦啊，哆嗦！哎呦，唱完他也愣住了，应该是浑身是汗，我怎么给唱成浑身哆嗦？是，这唱戏可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离不开十三刀大折。嗯，浑身是汗。是眼前者，浑身哆嗦是缩脖者，这一个字一错，这道折全乱了。行了，那就别唱了啊，别唱了，不唱乱了，唱什么呀？不唱这戏不就砸了吗？那怎么办？哎，他有主意。嗯，他把这段唱啊，整个折韵都给改了，全给改了，全都按这个缩脖者给唱下来了，全给唱下来了，而且意思是一点没乱。哎，我说啊，你给学学怎么样？我给你学。哎，这段这么唱来了。呀，抬抬抬，令抬令抬，听他言，吓得我浑身哆嗦。十五载到今日，你才把实话说，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过，思家乡相顾如无可奈何，我这里走向前，滴啦啦哩咚，把里见过。马爷细听咋说，早晚间有些个言语差错，不知这不怪罪，原谅于我。哎，你还甭说，这词儿改的还真不错。他改的不错，杨四郎可着了急了。哎，心说怎么回事啊？还管怎么今儿把这词儿改了？不是改词儿，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。嗨，你说你唱完了我怎么办呢？你就按个原词唱吧，按原词唱啊。他唱缩脖者，我唱眼前者，台底下叫上大伙来，算他的算我的。不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哦，把词儿改了，甭说呀，这今儿是想在场上瞧我好看。你能改啊？我也能改啊。他也改了。哎，他把词儿也改了。他怎么唱的呢？也改成缩脖的了。你给来了。公主啊，空来空来了，贼的空，我劝你做演员要讲喜德，你不该在场上临时开车，今日里杨延辉替你救火，你请我麦当劳，咱连吃带喝。嗨，把心里话都唱出来了。他非常的请他吃饭。哎呀，在场上啊，算把这场戏救活下来。哎，总算没砸锅。到后台，俩人打起来了，没法不打起来。哎哎，公主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你这么唱戏的吗？怎么在场上把折改了？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！这也就是我，换别人今儿砸场子，知道吗？向这公主说两句好话呀、啊，说几句好听的。没有，他用话气他。嚷什么呀？嚷什么呀你？哦。趁着我在场上事先没告诉你，不打算告诉你，早就没想告诉你，我是抻练抻练你，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。有能耐呀、啊，您出来傍桌唱戏；没能耐呀、啊，赶行卖菜去。啊，这话太气人了。就这几句话，嗯、杨四郎腾着火就上来了。还有你这怎么说话啊？跟谁学徒啊？有事没有啊？吃粮教的是怎么着？哎呦，我们要知道您这样，我不出来陪着您唱戏，陪您丢不起这人。干嘛呀这是？
有功夫还回大总台子去呢。他也不示弱。嘿，功夫不干了、嗯、还有你这么说话，你干嘛你的多什么意思？给了杨四郎一拳、哦、打到了。没想到这一拳打出问题来了。什么？这杨四郎有病根。什么病根？好抽杨六风。哦，还不你怎么打人呢？打人像他这头乱呢，靠台乱了、啊、大伙儿过来赶紧劝架。是是，先把公主啊给送到场上去了。场上该他唱戏了。本来是做工，这场戏完了呢就应该是盗令。嗯，公主上去盗令去了，后边大伙儿啊赶紧撅巴这杨四郎。撅巴过来以后怎么办呢？给他换服装啊。他上半场穿什么呀？上半场啊戴的是纱帽，指甲跟狐狸尾，穿的是红蟒。嗯，下半场呢？下半场该他唱过关这场戏了。对，接下来是过关就得换扮相了。嗯，得戴风帽，穿箭衣马褂，胯下宝剑，右手拿一马鞭子，在这脖子后头还得插着一支令箭。令箭，哎，就是过关用的。哦，我知道啊。这场戏本来很简单，嗯、大伯舅、二伯舅带着四个番兵一站边，杨四郎呢由打上场门上，后台一叫板马来，然后是快长锤上场，马来，贼靠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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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贼轰雷矿了，贼得矿。食材离去还公园，夫妻斩别一见，擂主四家大大勇，我看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奉了太后将令，吃官领有公差，可有金品令箭吗？二战进得了，苍起苍苍，一见反日要领箭，翻身下了马吊鞍，用手取出了金披剑，把官儿郎仔细观。好，本来就想唱这么唱，对，他要这么唱就没事了。没想到那天呢、啊、后台竟打架了、嗯、杨四郎上场的时候把很重要的一件道具给忘了。什么道具、啊、就是过关用的那令箭。令箭给忘了啊、哎、大国舅二国舅带着四个番兵站好边了，杨四郎一叫板就上场了，马来，唱起来去，唱起来去，唱起来去，唱起来，唱，刚一亮相坏了。怎么？台底下观众看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观众有内行啊，直嘀咕啊！哎，二哥，二哥，今儿这唱什么戏啊？嘿，兄弟，真有你的啊！花钱买票不知道唱什么戏啊？这不是四郎探母吗？我知道，四郎探母上来见谁呀、啊？呵，你瞧你这俩钱花的，这不杨四郎吗？杨四郎干嘛去？干嘛去？过关看他妈去，知道吗？真是，这二哥，这过关，过关他这令箭怎么没带啊？没这，哎呦，真没带啊！得看他怎么解释。这位给胡解释，嗯、不是那什么兄弟，你呀、啊、太年轻，你才听过几出戏啊？现在他已经发展了。知道吗？这个戏曲啊都改革了，杨四郎过关他不带令箭了。那带什么呢？出国护照。哎，没听说过，那是有护照吗？得了，您别跟我胡解释了，这是场上出了错了，我呀给他交道好。得了，这下要麻烦。正在这会儿啊，从后边站起一老大爷来。二位，二位躺住了啊，二位躺住行吗？躺住了，别交道好啊。你得常言说得好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，这出点错也算点嘛，这算个嘛？你一叫道好，台底一乱，他趁乱这就下台了，咱听谁唱戏啊？依您的意思呢？别言语，且问别言语，咱让他接着往下唱，唱到国馆那会儿跟他要令箭，那小子拿不出来，咱看他这棋怎么整。嘿，这边更缺德呀、啊！这是这场上不知道啊。架子点一响，过门一拉，杨四郎得唱啊！得靠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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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空嘞矿了，得矿。食材你去还公园，夫妻谈别一见，擂主四家大大勇。
哎呦哎呦哎呦，我这怎么意思？这杨四郎 啊用手抓着令箭，抓了三把没抓着，当时差点坐台上。那没法不坐上。这下台底倒好起来了，咚、啊！好啊，好啊，正根儿啊，杨四郎长出息了，啊、学会抓刀了。抓刀了！哎呦，就这下，杨四郎当时脸就变了色，是汗也下来，嘴唇也紫了。这要搁别人，今儿非砸场上不可，搁谁也唱不了了。也别说，这位演员还真有舞台经验。当时把心气往下沉了沉，灵机一动，编了这么几句词儿，愣把道好压下去，正好换回来，他还得下了场。他怎么唱的呢？这么唱的：二战天的俩，蹭起蹭蹭，一进反而要领先，翻身下了马吊鞍，尊生二位的回头箭，取来令箭再过关。哎，他下去了。